成长的感悟。小时候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。我觉得成年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，没有家长的管束和作业的压迫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渐渐发现成长并非一帆风顺的旅程，它有着酸甜苦辣的滋味。记得那个夏天，我第一次独自外出旅行，背着行囊，我兴奋地踏上火车，期待着旅途上的自由与冒险。然而，途中遭遇了一连串的不顺，迷路、丢失行李、被诈骗，种种困难接踵而至，让我不知所措。我感到无助和孤独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作对。但是，正是这些挫折让我逐渐变得坚强和勇敢。我学会了独立思考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也懂得了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。成长还意味着面对失落和痛苦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比赛中失利，心里感到非常沮丧。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，但结果却不如人意。看着那些获得成功的同学，他们欢笑的样子，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和无能。然而，正是这次失败让我明白了成功背后的辛酸和坚持。我开始更加刻苦的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，最终取得了好成绩。那种从失败中站起来的喜悦和自豪感，让我觉得成长的味道是苦涩中带着一丝甘甜。此外，成长还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和关心他人。以前，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只关注着自己的快乐和需求。如今，当我看到他人在困境中挣扎时，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和同情心。我开始主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温暖他们的心房。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，我不仅收获了友情和真情，也体会到了付出的快乐与满足感。成长是用爱心去关怀他人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善良和成熟。如今回首往事，我发现成长的路上有过泪水、笑声、迷茫和坚定。它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修行，需要我们耐心和勇气去面对。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，我相信只要保持一颗向上的心，就一定能够品味到成长的甘甜。因为成长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，更是心灵的升华和完善。让我们怀揣梦想，坚定信念，继续前行吧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新的词汇。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。成年人，成年人，成年人。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。家长，家长，家长。管束，管束，管束。压迫，压迫，压迫。成长，成长，成长。行囊，行囊，行囊。冒险，冒险，冒险。迷路，迷路，迷路。诈骗，诈骗，诈骗。接踵而至，接踵而至，接踵而至。不知所措，不知所措，不知所措。逐渐，逐渐，逐渐。独立，独立，独立。失利，失利，失利。不如人意，不如人意，不如人意。渺小，渺小，渺小。心酸，心酸，心酸。苦涩，苦涩，苦涩。
甘甜，甘甜，甘甜。挣扎，挣扎，挣扎。共鸣，共鸣，共鸣。成熟，成熟，成熟。泪水，泪水，泪水。迷茫，迷茫，迷茫。坚定，坚定，坚定。漫长，漫长，漫长。修行，修行，修行。升华，升华，升华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通知哦。当然，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哦。